听我命令。各小组已经准备就绪。一切正常。右边电影清楚。解放安全。行动。左边没发现目标，安全。右边没发现目标，安全。前方安全。手气真好。完了，三层有动静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需要一个给加莱通风报信的人。好吧，如果你不是上面有人，你觉得我们会听你的吗？
放我出去！这是什么？你是谁？我是船上的医生，打完这一针你会很舒服的。For your attacks on us, we will execute him now.停下！
考核结束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周子轩，你们未来的师妹。这个张着大嘴巴瞪着大眼珠子的叫李俊杰，这是石云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将在一起训练，并肩作战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没有？明白，明白。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了。不关你什么事。好有性格啊。天鹅之死，我之前说过要让你死，是不是死得很优美？怎么做到的？我喜欢看电影，平时喜欢研究那些最新的电影科技。其实你刚才看到的很简单，一块绿布就解决了。为什么要我死？只有让全世界的人，最主要是魔士的人知道你死了，我才有可能让你去魔士帮我偷 VX3。 VX3 在魔士？嗯，你说偷就偷吗？为什么对 VX3 这么势在必得？手机、电脑、网络、云端，你所知道的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可以被他掌控，他就是数字世界的王者，在数字世界里有绝对的统治力。黑客武器，你说的 VX3 在哪儿？在木川手里，本来应该是我们的，木川把它据为己有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八成的股灾可能就是他的杰作。所以只有你进入魔室才能帮我偷出来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因为你有三个诉求。那三个诉求我不要了，我自己会查。咱不是小孩过家家，死了这条心吗？我知道杀一个人不会让你去跟我合作的，接下来有可能要受点苦，也许会让你觉得生不如死。
嗨，伙计们，继续加油。李俊杰怎么样了？普通手段对他完全没用。那就来点厉害的，我还没听说过哪个经过你的手的人能扛得住。小姐说：“如果你改变主意了，现在就可以给你松绑。听听。”子轩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你好好再想一想再回答我。你真的决定用这种方法当你化身曼陀罗之后只能单独行动了，独自面对所有危险？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，开始吧。很难做到，你却没当作玩笑。想当英雄啊，有意义吗？吃那么多苦，挨那么多打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愿意跟我合作吗？既然传统做法没有作用，看来我们的菜单只能升级了。多多，
复议。师父，我好渴，我好渴。你根本就没有在思考如何解决危机，你要设法让你的对手相信你现在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不能走路，不能说话，甚至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。那不就是痴呆了？不是真痴呆，要做到假痴不癫，重点在一个假字。说白了，就是伪装，装聋作哑，痴痴呆呆，但你的内心要格外清醒。一旦迷惑住你的对手，他们才会决定把你从悬崖边拉回来，还是给你一枪。还不如挨一枪来得痛快。糊涂，这最起码给你赢得了一线生机。如果李俊杰还是不答应跟我们合作，那就让他真的死。确定吗 ？VX 三呢？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老大，有一个人一直在我们基地的外面，很可疑，我们把他抓了。可以，那你把他带进来给我看看。带他进来。你是谁？我是曼陀罗。曼陀罗，你想要什么呀？我要见阮太原。你要见他，首先得过了我这一关。我怎么知道你是曼陀罗？你肯定要给我证明一下。这个手好看漂亮，看身手不错，
速度也挺快，但是我听说过曼陀罗身上有个纹身。嗯，谢谢。俊杰，振作起来，世上没有天衣无缝的，凡事都有缺点和漏洞，即使再严密的防守也不会无懈可击。快点站起来，冷静观察，突破封锁。想通了，何必受这么多折磨呢？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不是说过好好照顾他吗？滚！是是。当你成功麻痹了对手，就会有人主动接近你，向你假意示好，而且他会让你相信，他是你唯一的希望，只有他才能把你从悬崖边拉回来。也是唯一能够拯救你的人。他这么做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要知道真相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别怕，不会疼的。你很勇敢，也很坚强。来，喝点热水，喝吧。抽一支吧。不抽。好。你和他都清楚，你一定会开口，因为人都是有极限的，而且你支撑了这么长时间，你的勇气，你的坚韧，也会得到他的认可。你的名字是什么？
李俊杰。如果遇到高科技手段，比如测谎仪等等等等，不要试图去蒙混过关。你只有一个很短的时间，利用测谎仪来麻痹你的对手。你是魔氏的成员对吧？是。VX3 在哪里？在八城护送的途中。把你的手拿上来。VX3 在哪里？VX3 在八城。VX3 现在在哪里？应该在八城模式。那你把这个保险库的事情说说吧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没经过这个保险库？没有。说的都是实话，对吗？是，是实话。那你说说你知道的事吧。在魔市受了不少委屈吧？他们诬陷你意图杀害马启明，当你身陷牢狱之苦时，又诬陷你杀害马小军。我没有杀人，这个我知道。马小军死在我面前，但我没有杀他，我真的没有。所以和我们合作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，这里吃好喝好，什么都不用愁了。 我真的没有杀人。我相信你，我只是要你也相信我。他让你开口说话，证明他有了进展，因为很久都没人能让你说话，这个时候你要充分地利用他的自负来引导审讯。自负会让他放松对你的警惕。我可以抽根烟吗？可以。退下去。
曼陀罗，身手不错，手下好几个人都被你给制服了。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要投奔你。投奔我？我想留在你身边，当一个杀手。当然我知道你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杀手，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毕竟是个女的，他们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一定可以为你做。你曼陀罗这么有名，用得着来投奔我吗？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证明你就是曼陀罗呢？我听说曼陀罗是个男的，你骗不了我。巴斯，把他处理了吧。好。我说一个人名，阮小姐应该记得，她能证明我。说吧，看我是否还记得。那个人叫雷欧。我想阮小姐应该不会忘记，当年你雇我杀了他。那单的酬金是……好了，不用说下去了。我相信你了，我相信你说的了。说吧，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是有名，但这么多年来我输了不少敌人，现在我被人追杀，我累了，我想要找个依靠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我希望你可以收留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我就更不能收留你了。你树敌无数，我收留了你，那不是引火上身吗？能帮你的地方我一定会帮你，请原谅我没法收留你。巴斯，准备点钱送曼陀罗上路。好。阮小姐，我在江湖这么多年一直听说你是一个心善的人。我也是个孤儿。你是孤儿？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，后来遇到了一个师父，是他收养我，教了我一些功夫，后来我一直跟着他打打杀杀。但是前不久我又变成了一个人，无依无靠。如果你今天不收留我，把我轰出去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。多么感人的故事，你真是戳中我的软肋。可以让你在这多待几天。巴斯，给他安排个房间，好好照顾他。是。谢谢阮小姐。现在说谢还太早。出，快点儿！
喂，别往前走了，那边很危险。那边在干嘛？还能干嘛？打人了呗。前两天，你们这里是不是杀了一个人？我们这里每天都杀人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。你俩这儿干嘛？曼陀罗小姐，你太漂亮的。透透气，看日出，还挺有雅兴。你知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们在这儿啊，扔尸体。尸体有什么可怕的？我们前两天刚刚扔了一个，那人的头被打得血肉模糊，面目全非，那太惨了，浑身都是血。就是在你这个位置扔的。就你跑！过去喝点，走。陀罗，有一个人要见你。你去哪儿？你管着吗？等一等，有一个事情需要你做。我没空。我缺你到了这儿，还是先乖乖听话，小心哥几个。听不懂吗？我说了没空。哎，请你留步。哎，我是怎么交代你的？哎，你就这么交代我们的贵宾？你去边上。不好意思啊，曼陀罗小姐，我管教下属无妨，让你受惊了。有事吗？我这儿有一把枪，我觉得你可以帮我试一试。第二代 Glock 时期，现在都已经第五代了，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？杀人不是都一样吗？传闻说，曼陀罗小姐杀人不眨眼，不如今天让我们见识见识。试试吧，杀了这个警察。行有行规，要我出手，美金结算。
曼陀罗小姐，结束后，这些全都是你的了。好。曼陀罗小姐，怎么了？钱不够吗？我立刻让他们送过来。我曼陀罗杀人，只用自制的子弹。借你的刀用一下。那刀。曼陀罗小姐，你要是有什么特殊的花样，我怕我是管不住这些弟兄们啊。放心，让你们开开眼而已。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只有这样，他尸体上的伤口才会漂亮。今天算你们走运，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血色曼陀罗。帮一下曼陀罗小姐把子弹装上。让我们见识下盛放的曼陀罗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这个人也许对阮小姐还有一些用啊，把她带走。看在阮小姐的面上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不要再有下次。是我失礼了，你的诚意我会转达给阮小姐。你给我盯住她。慢死你！ SS 是子轩。
口渴。哼，想喝水啊？忍着。我死了对你们也没有好处，你们永远都找不到 VX3。放心，不会让你死的。去那边，走走走，快点走。
俊杰，俊杰，俊杰。俊杰，谢谢你对我的守护。如果还有来生，请上天让我们在小渔村相遇吧。那里会有粉色的大海，白色的沙滩。那里没有冬天，你再也不会感到寒冷。那里的花朵也会终年盛开，你可以每天闻到花朵的香气。然后我会靠在你的肩膀上，坐在沙滩边，一起看日落，直到太阳消失在海平面。你也不要害怕天黑，因为我会拉着你的手，永远不放开。黑夜到来了，黎明还会远吗？不要着急，今天我会成为红色的曼陀罗花，在那片白色的沙滩上等你，你不会再孤单了。Thank you.
Are you OK？ 你现在还好吗？我时刻在担心着你。IMF， 我也很好。WRUIWFU， 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满洲龙，咱们该好好聊聊了。聊吧。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我都说过了，用得着再说一次吗？我现在就让满洲龙花开在你脑子上。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我就是为了投靠阮小姐。我看你是为了刺杀阮小姐才来的吧，不然就是为了这船上的另一个人。我要是想杀阮太原，会等到今天还不动手吗？那你到底来干嘛？我要杀个人。谁？李俊杰。李俊杰他早死了。我知道他没死。你为什么要杀李俊杰？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谁派你来的？行规你清楚。头款进账，我只负责执行任务。至于谁想杀他，我不关心，更和我没关系。满陀罗，这笔买卖恐怕你是做不成了。李俊杰早死了。我接到的消息，他没有死，而且就在这艘船上。你不看新闻吗？我看了。现在我不管是谁派你来的，你只要敢在阮小姐的船上撒野，我就把你扔进海里喂鱼。你听懂了吗？
24小时监视。出去！还敢嚣张？被我抓住了吧？带走！我看你们这个摩斯密码，你会的挺多的嘛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不当演员可惜了，从你上船第一天我就听见了，终于被我抓到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摩斯密码。每天这管子响声的节奏和摩斯密码一样。我是因为喜欢音乐才敲的。音乐你懂吗？音乐？你敲的这唱短频率和摩斯密码一模一样。有完没完？给我出去。还装蒜呢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我不知道什么摩斯密码，压根儿就没听说过。那我现在敲看有没有人回复。随便你。少扯淡，他要是回复了，你给我等着。甲板上见。甲板上见。等到了吗？都给我滚出去！我可以走，但是必须要给你换个房间。凭什么？吉尔没有传递信息，你怕什么？明天早上给曼陀罗小姐换个没有管道的房间。用不着你管。滚！独眼，阮小姐叫你过去一趟。走，走。把枪还您吧。在男人堆里，小心一点为妙。等一下，你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可能没什么能帮你的吧。我最近一直都在失眠，上船之前也是听着音乐才能入睡。你可以帮我在广播里放一首《一步之遥》吗？我也很喜欢这首曲子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你看看几点了？
7:30。这回理由是什么？我今天一直拉肚子，起不了床。那你吃药了吗？你就是我的药啊。这首曲子叫什么？听着很耳熟啊。一步之遥，一首探戈舞曲，描述的是情人之间触不可及又难以割舍的惋惜。哦，那这首曲子不好，名字不好，寓意更不好。如果说我们要跳舞呢，一定要跳贴面舞，两人之间不留空隙，能感受到热血沸腾的冲动。你好贫啊。什么贫啊？我说你嘴贫。嘴贫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去查字典吧。你帮我点的这个是吗？对。7:30。周组长，
我们在 B36号海域。根据您的定位，你们即将进入他国领海，立即撤退。石瑶，我们必须马上撤退。毕俊杰，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够硬的。这么好看的一张脸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我给你找了个朋友，可以跟你谈一谈，希望他能帮你改变主意。给你5分钟时间，
我喜欢上了曼陀罗，因为他有四个耳朵，红色短发，浓浓的眼神，这样被吊起来，这个造型特别性感，我特别喜欢。要不等一下？ 我跟家来说一下，把你也关进来吧，陪我一会儿也好。周子轩，我爱你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第一次说你爱我。 但是我比你爱我，更要爱你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，我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你要跟我求婚，对吧？我才不答应你呢。你想多了。 怎么样？
想好了没有？去还是不去？这两天受了不少苦吧？咱们今天轻松一点，玩个游戏，好吗？将来。现在就一颗子弹，怎么玩你们都应该知道。只要周组长赢得这场赌局，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我去。